介紹一個新的後準星座，前後準星都有的，看到有個綠色前光纖後光纖，這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被一條很正經的17 slide 坐上去之後，這個座呢就是 Ace1 Arm 出的，坐了上去之後就可以用這個 RML， 就不用買一些特別款的 slide 才用到，咁做到 Covidus 嘅效果啦。咁而家 focus out focus 就睇到好大點紅色。如果 focus 啱咧，就好細點嘅啫。係啦，咁呢支槍咧就係、是、馬基系統嘅，千祈唔好話 KSC 問我用唔用到，兩回事嚟嘅。係啦，咁啊冇彈嘅裏邊 dry fire 一下。這個 Ace1 Arm 的點呢就不跳的，很 come out 的，但是玻璃呢都頂到兩招起的力量，所以不怕爆的。我們這張有貨，有沙色有黑色。好，這個就是沙色了，有興趣呢就來鯉魚倉 CLW 看看吧。